这应该算是偷吧？瞧这么轻车熟路，莫非是惯犯？说什么呢？我大小也是个嫔妃，嫔妃摸一把，那也能算偷吗？那最多就是看看，随便看看。您不会告诉上善间的掌事吧？谁啊？站起来！啊！什么人？你也给我开个后门！站起来，没听见啊！让我感受一下上头有人的滋味。小的给萧长印请安，您要是想喝茶的话，吩咐小的给您送过去就是。 这上面有人，就是好。哎。